飞机上一跃而下，东京市区景色一览无遗。法国跳伞运动员傅根挑战人类史上第一次在人口高密度的城市进行定点跳伞，而且目标就是要飞越位在新宿东京都厅的双塔摩天大厦。ムササビのようなウィングスーツを身にまとい、翼を授けられたように、大空をくるくると回転しながら飛んでいきます。离地面越来越近，他看准时机，掌握风向和强度，成功穿越双塔之间。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次穿越时的画面，两栋大楼距离相当接近，不禁让人替他捏把冷汗。成功完成任务后，他打开跳伞，降落在另一栋大楼的屋顶上，高兴地大叫出来。完成挑战的傅根今年43岁，完成超过20000次的跳伞。他曾经在埃及上空跳伞，跟金字塔擦身而过，还从瑞士少女峰一跃而下，挑战从半空中飞进长宽不到2公尺的飞机门内。这次在东京跳伞完美达成目标，傅根表示，虽然当天风有点大，但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难忘经验。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